hey, 大家好，今次咧就刨冷嘅环节咧，就精选咗四班千二嘅赛事推介俾大家咧，就系呢只标坛精英，睇翻佢539场次嘅演出先啦。嗱，九档嗰只就系只标坛精英啦。好啦，一出闸嘅时候啊，九档八号啦，蓝蓝地色衫，黄色帽，黄蓝色袖嗰只标坛精英，而家就喺尾三嘅位置啦。咁就拍住七号嗰一只嘅南北征战，就系只标坛精英，而家就喺个尾五嘅位置啦。咁啊，喺个二闸嗰度后边咧就系、是。13号嘅嗰只嘅多多配合啦，咁其实标坛精英咧，佢呢场马咧，其实就都嚟咗香港，唔系话好耐，但系都个演出其实都几好嘅，咁啊佢跑千二就 OK 嘅，咁啊之前咧跑千四咧就可能多多二百就真系多多二百咧个力度咧就未系几够啦，咁啊睇翻呢场赛事咧，其实喺个沙田咧呢次个演出咧都唔错，好啦嗱，差唔多入到嚟直路嘅时候咧，咁见到咧阿班德利咧就打佢两边咧，咁就开始咧只马咧喺中间嗰度咧就系捐到上嚟咧，白灵白灵咧就系、是、佢就揾到个内档啦，咁外档咧头先拍住嗰只多多配合咧就紫色头罩嗰只咧就喺出边冲啦，咁啊两只马就去势最劲噶啦，最后尾呢段时间咧就都可以话系叮当码头啦，咁啊最后尾一步咁啊呢只嘅。多多配合咧就压过咗呢只标坛精英啦，咁啊个演出咧就都系好，咁上次输完之后咧，跟住标坛精英嗰课试习咧都非常之好嘅，大家都可以去睇翻佢嗰次试习嘅表现啦。所以我觉得呢只马始终今季侧身未用过啦，嚟到季尾嘅就真系拣啲拳拍少壮嘅，就呢场赛事刨冷咧就揾佢做胆先。好，呢次七场刨冷四班千二嘅赛事，除咗精选咗巴道嘅。标坛精英呢只一档马之外，咁啊脚步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几只。第一只咧就系只幸运之神咧，呢只马其实个质素就 OK 嘅，咁但系咧因为整亲我只脚啦，咁就复出之后咧你当佢真系只马咧就系练完身啦，咁今次就有个四档，应该咧都可以帮到佢，同埋今次嘅对手咧就相对之前嗰啲咧冇咁辣咧，大家都可以去搏一搏啦。第二隻大家可以去留意嘅咧，就係呢只鍾奕麗嘅豐滿寶啦。豐滿寶今次有個五檔120磅啦，咁啊佢季內咧其實都有頭馬嘅進帳啦。咁只馬近來個狀態咧都唔錯，咁啊可以腳嗰方面考慮下。最後一隻咧就係呢只三劍俠啦。咁啊今次有個7檔115磅啊嘛，輕磅。上次都推介過俾大家咧，咁佢都係能夠入到位置啦。咁今次都是有個不錯的形勢，就可以都拖埋佢啦。提供俾大家嘅今次嘅選擇咧，就係呢一隻標壇精英拖幸運之神，就仲有呢只福滿寶加埋呢只三劍俠。咁希望大家咧星期四嘅跑迷地賽事咧一起就贏百馬會，聽埋阿棒嘅心水咧，你就一定 very good 啦。咁啊～同埋記住 CLS 我哋嘅片啦，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撳埋鐘仔，咁啊希望大家咧季尾咧一齊再次去攻陷馬會贏爆佢多啲。